Yo， 大家好，今次想同大家讲嘅呢套电影咧就叫做《大师兄 Big Brother》。咁其实 honestly， 我系之前冇睇个 trailer， 我系直接行入戏院，见到个 poster， 睇到阿甄子丹丹爷，咁我就直接入戏院睇啦。咁其实咧一开波嘅时候咧，我心谂，哎呀，甄子丹转咗嗰个，原来转咗 style 去拍文艺片。学生学校呢啲咁嘅主题好闷噶，啊！但系估佢唔到，越睇越好睇喎套电影。其实里面根本就系有阿甄子丹嘅打斗元素，再配合一个教育嘅主题，讲一间学校面临杀校，逆境自强，自强不息。讲阿甄子丹点样令到嗰班非常非常坏嘅学生变做好学生之余，呢个 message。其实可以好简单咁演绎到出嚟，但系呢套电影用咗另类嘅方法去表达教育、学生、学校。Seriously, it's a nice movie， 即系我觉得，即系我唔方便剧透咁多啦。但系总之呢套港产片系值得我哋去支持嘅。镜头前面嘅你未入戏院睇咧，尽快入戏院睇，因为呢套电影真系我系极力推荐，真系推荐大家睇。阿丹爷真系 ，you know， seriously 宇宙最强，文武相全。真系好好睇呢套电影，即系一啲满场都冇啊！所以就快啲入片睇啦 ，OK？Subscribe my channel，see you guys next time。早晨。